民署下咧智障人士訓練中心咧，喺1997年1月咧就正式成立嚇。咁初期咧就由我自己咧梁潔兒咧就係去創立嘅。咁後期因為咧就個服務嘅需求咧，我哋去到2003年12月咧就正式成非牟利慈善團體，係提供一啲直接嘅服務咧，係俾所有嘅智障人士。今次呢個樹人計劃係點樣？呢個樹人計劃咧，係我哋喺早3年前咧，我哋亦都有一個構思嘅。因為我哋喺呢10年咧，我哋係好努力咁樣去幫助呢個學生咧，去建立佢個基本嘅工作嘅技能，同埋咧就係佢嗰個對工作嘅意義。咁而家咧，我哋就希望咧，就係幫助佢哋咧，將來咧有一個比較穩定啲嘅職業嘅中心，而係幫佢哋揾出路嘅。今次依一個嘅樹人計劃咧，係一個叫綜合嘅樹人計劃綜合服務中心，入邊包括咧就職業及就業嘅支援服務，就係我哋會喺個中心入邊咧，會製造好多一啲咧比較切身多啲嘅工場嘅模擬嘅工場。係幫助佢哋咧去鍛鍊佢哋嗰個嘅工作嘅技巧，同時間我哋係轉介咧係有關一啲嘅熱心嘅公司啦，希望佢哋能夠咧就係要請到佢，而我哋亦都要明白咧就係話智障人士咧佢哋好多嘅需要咧唔係單止咧係提供一個工作崗位咁簡單，係包括埋情緒啊、社交啊、應對啊、彈性處理同埋解決問題嗰個嘅能力。咁所以我哋咧就亦都會有一個支援嘅小組咧，係去幫佢哋係達到咧係順利嘅成功。咁而我哋亦都有一個陶瓷嘅組啦，零售組啦，同埋好多嘅訓練嘅課程咧，係幫助更多嘅智障人士咧係掌握嗰個嘅技巧嘅。你中心大概服務幾多人次？而家咧，我哋個10年內咧，我哋服務嘅人次係260幾萬嘅。咁而到目前為止咧，我哋嘅服務人次咧係over 1000幾人嘅。咁而實際嘅人數咧，而家都有103個。咁啊，公眾對呢個服務需求好大，你哋即係要擴充嘅。係，所以我哋今次咧就搞一個諮詢嘅大會啦，希望咧就俾多啲人士，尤其是智障嘅家庭咧，明白其實咧，如果我哋可以能夠咧積極參與咧，我哋係可以一齊咧係幫佢哋揾到出路。第二咧就係話希望揾多啲專才嘅人士啦，同埋一啲社區嘅團體咧係知道我哋有咁嘅需要咧，係幫一幫佢哋一把嘅。咁啊，最後咧就而家我哋2007年嘅開始啦，就祝大家咧就係新春快樂，身體健康嚇，同埋咧就喺家國咧就係順利同埋好開心咁生活。首先，我哋主席何湯淑芬女士。再次為何君吳愛參 ，and Vice President Teresa Choi 副主席徐偉芳。Vice President Michael Lee 副主席李慶昌。仲有我嘅 Wilfred Luke 財政董事長。各位嘅嚟臨啦，係對於我咧係同埋智障人士咧一個好大嘅支持。咁其實咧喺呢度咧，我首先係要多謝我自己嚟自嘅商會啦，係華商網絡，因為咧我今日見到佢哋，我真係好開心啊！因為感覺到咧，我真係原來咧係有咁多嘅支持，亦都係表示咧我哋嘅會咧係對呢個社會公益咧都係不遺餘力嘅。咁其實咧，榕樹下咧都唔係孤軍作戰嘅，亦都係有其他嘅友會嘅協助，例如係微活社啦、SOL 咯，佢就係促進呢個社區教育工作啦。協智會咧就係 Hip G Association 咧，就係呢個華裔智障家庭協會咧，亦都係促進咧呢個智障家庭間嘅溝通咧，同埋係負起呢個聯誼嘅責任。咁而榕樹下咧就係一個咧係提供一個直接服務嘅機構 ，direct service 嘅。咁其實
榕樹下智障人士訓練中心咧，就喺1997年咧1月咧係正式成立嘅。咁亦都喺呢個2003年咧註冊為呢一個非牟利嘅慈善服務團體。咁十年嚟咧都係默默咁去耕耘，得到咧年來嘅主席同埋理事咧佢哋無私嘅奉獻咧，已經係立喺一個好穩固嘅基礎嘅。更加能夠增強佢哋嘅應變能力咧，係疏通佢嘅抑鬱嘅情緒，學習適當嘅溝通同埋表達方法咧，係給佢咧呢個社區常識，以及而小組督導形式咧，亦都係推行呢個獎勵式報酬嘅工作隊咁咯。咁我哋亦都係有自製呢個康乃馨同埋呢個玫瑰花。咁如果咧喺大家咧喺有需要去送禮咧，亦都不妨咧係考慮咧係採取我哋嘅服務，我哋係非常之樂意咧係幫你哋咧係去做一啲嘅康乃馨同埋呢個玫瑰花。咁呢個理念咧不單止咧係採用於喺智障成人日間訓練中心，而且咧係擴展到咧係21歲以下嘅智障學員咧都能夠透過呢個結構式呢個按部就班嘅學習方法咧係發展佢個人所長。更加是令到他們能夠有適當的訓練，作好將來工作和融入這個社會一個很好的準備。首憑著愛的歌就是我的好朋友阿顏律師特登幫我們選擇的。